我们来看看今天2019年11月2号星期二台湾539的发财号码。台湾539的发财号码。来看一看来。因为要晚上8点以后再公开的。539全车三中一。0812240812240。一次碰两个尾数各位。08去碰四尾 ,08 去碰二尾。08去碰四尾 ,08 去碰二尾。所以今天全车一支是08。好 ,08。那么539有没有看到吃红啊，你中一碰六中三啊，这边是本钱六中三给我吃红1000啊。B 主牌640啊，一般来讲人家这边都是签0.3啦 啊就是2700啊，那个 B 主牌啊就是640啊，乘以一是640，我们没有，那你没有640呢也不要乘以0.5，又有中一碰就是中两碰，用640去赌10600，各位，我们用640赌一万那是可以的，最起码中一碰也有5300，啊，重新调整的方法是这样，啊，这是晚上8点以后公开，但是会员提早知道。